好，欢迎回到我的 Park 上一集忘记跟你们讲一声，记得要 like and subscribe 哦。OK，所以昨天我拿下来这里，然后我就按掉了 video，因为我不小心按到一个东西，所以按掉了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拍 Part 2。Yes, Part 2。这个。好难做啊！好了，好凉，然后我们就。拿一个，不用量。可以拿2个，是1个，然后还。OK，所以就在这里。如果你跟我吵架上一节我讲了，如果你有这个的话，但是你又看不懂说明书，你可以来看我的影片，记得要 subscribe 哦。OK，上集我讲到有 Part 2，现在我们会有 Part 3了，就是 Part 2。OK，我们要拿这个 engine 在哪里？就是这个很小个的，那都在哪里？这里，对，然后这个都在后面这里。另外一个，这个又都在前面这里。又要这个，然后放这里。这个放在这里，然后拿一个这个，忘记装，又放在这里，错了。粘在这里。这个蓝镜子，这个蓝色的镜子，放在前面这里，哎，然后转过来这里，又再重新做一个步骤，一样的步骤。就把这个两个放在这里，3个。然后又重新一模一样的步骤。
就是这样子呀，我们已经完成一半了。重新一样的步骤了，吓到我。看这个。做回一样的步骤，刚才我已经被他吓晕了啊！那个羊大包，然后他另外一页，然后把这个，现在我们要做好的枪，他枪最好。完成了。然后把它固在旁边这一次旁，再做要两个，所以我们要再做。OK， 做完了之后呢，又连在另外一个翅膀上去了，然后。是在读啦，然后，OK， 我们要拿到这两个连在一起，然后这个连在一起，然后把这个放在这里，把这个放在这里。好像要下雨了，所以我要快点拍完了。我就要出去啦，拜！还没拍完。OK， 我们动作快。OK， 噔噔，就这样子做完了，所以我只做到一个罢了。所以下一集见，这一集是 Part Two， 我们会有 Part Three， 就会蹦几只出来，所以我们就要再见，没有了，没有再见。所以明天我们就有 Part 3，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 Like and Subscribe， 然后 Share 出去让更多人知道，所以 Bye。